这本 Nature 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期刊之一，所以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今天能够拨冗来报道这个事。这个，那我们这个研究是在做什么？我们这个研究事实上用的一个方法是很简单的，比较得病的人跟没有得病的人到底差别在哪里。我们要看基因重不重要，用的方法就是找一群得病的人，然后再找一群没有得病的人来做基因的检测。基因的检测当然爸爸妈妈，一个是从爸爸来的，一个是从妈妈来的，爸爸妈妈可能给我们的都是好的，也可能都是不好的。因此假设这个基因跟这个病有关系的话，你应该看到得病的人遗传到的都是不好的，反之遗传到好的都是属于不得病的。因此借由这种计算，我们就可以看说这个基因到底跟我们得病到底有没有关系。这张